调整好自己的节奏，这样好。OK，我们这颗球下沙坑，那沙感觉蛮，因为今天，哎呦，好软哦，看到吗？第一个脚印，哦，非常软哦，所以要去注意，顺着把球带起来。软沙的话，距离应该还有30码左右，跟面就不要打。不要打得太开，顺着把沙把球挤上来。OK，我们这个是三杆洞，170码。好，我拿的是 T300 的6号铁。调整好自己的节奏，站好。谢谢，谢谢，走了，拜拜。哦，OK，我们来解一下这颗球。这颗球的话有点斜坡，那差不多还有30码的距离。我是拿52度，那斜坡第一件事情就记得先把双脚站在，这样你才不会，因为你如果说你双脚是站开，你会觉得坡度比较斜；那如果你把双脚站在的话，你会觉得坡度没有感觉上这么的陡峭。30码。好，三杆洞也是170码，就示范给大家看，不叙说了。其实，在前面，其实，在前面。不太够，没关系，走了。58，没有52，50。好球！哇，走，OK。